把一切都打得那么不真实，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碰到了你，不会是另外一场梦吧？ 王先生，我请问您，靠什么来养我的女儿？保姆，我是个粗人，但现在是乱世，反而更能生存。我们家月容早已经神经，还有两个女儿，差点连人已经翘鼻子。你敢上来了？你还年轻啊，有吃有绑的，可以飞的。我杀过人。 我们重新开始，一生一世。